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冷冻卵子是什么？有听过，不太了解它大概的过程是怎么样。不知道，大概知道。是我不太知道冷冻卵子是什么。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。是把卵子冷冻起来，然后到 OK 的时间或什么才可以生。我不晓得，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吧。对于这件事情，你支不支持，赞不赞成？不要。我赞成。非常赞成。非常赞成。赞成。不赞成，我赞成，我觉得很好，就不赞成，我是赞成的，算赞成了。其实我是蛮支持的，我是不赞成的，不赞成。为什么不赞成？赞成。母亲太受苦，就不要。其实生孩子不是人生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能做，是一件还幸蛮幸福的事。我是张本鱼，我的人生。我自己决定。